Hello，大家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麻烦大家如果能够听得到的话，在那个留言区给我评论一下好吗？好的，我已经看到咱们这边有时候可以听得到了，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网课。然后呢，今天应该是全澳洲有4个州府城市都面临了不同程度的 lockdown 封城。然后我刚刚在朋友圈看到说，咱们维州墨尔本终于是站起来了，硬气了一把。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是来自其他州的朋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然后待在家里少出门。那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是我最近吧有一些这个客户朋友们经常会问的，就是澳洲的四大银行呢，现在逐步开始加息了，因为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新闻啊说。银行呢开始收紧不同程度的收紧房贷政策，那包括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一两周，澳洲的银行股，不管是 CBA 也好，还是 ANZ 也好，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回调。所以呢，大家也都比较关心啊。如果说，哎，因为我们知道澳洲的银行它其实主要的一个商业业务就是关于贷款这一块，但是如果说把房贷收紧的话，其实相当于是不是说开门做生意的，一个比如说公司或者说一个企业把半扇门关上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那它的股价呢会不会也面临着相应的回调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看一下目前市场上的一些情况和分析。那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按照公司和澳洲 ASIC 的一个规定做一个免责声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分析呢，仅仅是代表个人的观点，不代表 Gold Markets 的意见或者立场，并且呢，我们给出的都是一般性建议，没有考虑到投资者个人的一个财务目标和财务情况。所以说，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呢，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具体考虑。那我自己呢？就简单说一下，我这边呢是从2018年开始在 Gold Markets 做分析师，并且这个兼客户经理的。那我自己本身呢是本科金融风险管理专业，然后悉尼大学当时读的是金融与银行的这个研究生专业。那这个如果是 Gold Markets 老客户，对我应该也是不陌生了。那我们公司呢是这个2004年获得金融服务牌照，这个交易资格的。那我们现在交易的产品呢，像是大家也都知道的非常清楚啊，澳洲的股票啊、美国的股票啊、外汇、黄金、石油指数、数字货币等等。那好消息是呢，我们会即将在下周，也就是7月的第二个周上线香港的股票，我们现在预计呢，第一批上线的香港股票呢，预计有接近80只，那也是我们法有包含了我们华人非常喜欢的一些像是腾讯啊、阿里巴巴啊这些股票，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要这个之后啊能够交易的这个香港股票。那我们公司呢，也是严格按照澳洲 ASIC 金融监管的这个规定，采取这个资金安全隔离的一个方式，放在这个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NAB 的这个信托隔离账户里面，所以呢，跟公司的运营资本、客户的资金跟公司的运营资本是完全隔离开来的，并且呢，也是进行一个每日的结算和审核。那产品信息呢，刚刚有跟大家去介绍过，我们马上要上线这个港股了。那我们这边呢，也是连续2年获得了一个最佳的这个 customer service，客户服务的这样子的一个称号。那有关注这个欧冠朋友的话，应该有看到我们赞助的这个切尔西足球啊，也是获得了这个冠军。那来说说这个房地产啊，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从今年开始吧，尤其是这个11月 lockdown 一解封，12月1月之后啊，这个墨尔本的地产呢，尤其应该说是这个独立屋，就我们说的 house 的房价呢，也是涨得非常的厉害。像我自己的话，上个月5月份的时候，当时跟朋友去看了几次这个 Glen Waverly 的拍卖啊，当时是一个不太大的这个 townhouse，当时要价是在，我记得应该是121万，结果生生的是拍到了145万，所以说也是比较疯狂的。那这张图呢，也是显示了2021年这个墨尔本的房价是有多疯狂。那其中呢，它写的主要是 medium，就是说我们说中位价。包含了 house 和 unit，也就包含了独立屋和这个 unit 的这个价格。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黄色的这个线啊，unit 的价格呢，其实还是在继续的缓慢下行的一个趋势。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 house 的价格是出现了一个明显，从今年开始，2021年1月份开始啊，是出现了，我们看到是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弹和抬头的一个迹象。那我身边有不少朋友该置业的置业，然后有一些呢还买了这个第二套甚至第三套的投资房，所以很多人周末可能不是在看房，就是在去看房的一个路上。那对于银行这个在上两个星期，我们可看到是18号、19号上两个星期啊发布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说这个银行的监管呢是目前是有需要这个收紧贷款或者说收紧房贷的这个审核的政策来让市场冷静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CBA 呢也是打响了这个收紧房贷政策的第一枪啊。我们可以看到，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对于房市呢，会不会是一个我们说的是打压呢？那首先啊，我们要明确的是啊，这目前呢 CBA 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四大银行也好，它先于澳洲的央行来采取这样的这个措施呢，其实是为了这个 give Opera comfort，我们看到是为了给澳大利亚这个金融审慎委员会，就是让它能够看到就是澳洲的银行商业银行来说是有一个监管机构来说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并没有涉及到实质的一个加息方面。那我们知道，央行呢，这个加息啊，离澳洲的央行的加息呢，至少还要到2023年。这个呢，是澳洲澳联储呢，在我看应该是2周之前吧的这个利息决议上是有这个一再强调的。也就是说，至少在央行来说，它是没有说在最近一年有加息这样子的动作的，至少要到2023年。那因为这个不管是 CBA 也好，还是 ANZ 或者 NAB 也好，它这种呢是属于商业银行。那商业银行如果早于央行加息的话，这个是属于他们自己独立的一个银行的一个政策。那只要不是央行决定要加息的话，那对于房价来说，它的影响呢都是有限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一下，我记得 Mike 在1周之前吧，也是发表过，在这个广播里面发表过类似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2021年开始，墨尔本房价有了一个这么大幅度的一个增长，仅仅是因为利息低吗？那当然，这是必须要靠参考的一个因素啊。那除开这个之外，像是这个印花税的一个减免，其实也是房价回暖的另外一个原因。但是其实这样子的措施从去年就有了。那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啊，其实就是从去年慢慢开始的这个央行也好，往经济体里面注入的一个大量资金，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通货膨胀，那钱不值钱了，那资产才值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导致了房价从今年开始，别说逐渐开始走暖。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原因呢，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那这个原因是导致了房子开始上涨。那房子什么时候会回调呢？是不是说这个主要的信息开始，也就是说央行不再往经济体里面注大量的资金，或者说甚至开始收紧这个钱袋子的时候，房价才会有大幅的回调呢？所以说，
不管是 CBA 要加息也好，NAB 要加息也好，或者说收紧房贷政策也好，相对应来说，对于整体的墨尔本的房市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那直到呢，可能澳洲的央行会有明确的消息说出来说会要去这个加息。那另外呢，这个大家也都比较关心的，这个是关于银行的股票会不会回调。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这个17、18号之后啊，有这样子的房贷收紧的政策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澳洲的四大银行都是面临了不同程度的一个价格的回调。这一张呢，这个呢是 CBA 的一个价格，我们可以看到 CBA 呢目前的价格是今天刚刚重新站上100块澳币。那在前段时间，在上两周，也就是差不多在15号左右的时候，价格呢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当时呢是到了106澳币，那下一个呢是，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这个呢是 WBC，也就是说 Westpac 的这个股票的价格，那它目前的价格呢，我们看到它其实在19年的时候，股价是远远比现在的价格还要高的，当时是在28块多、29块钱的价格，那今年年内最高呢是接近了27澳币，但是就是一两周回落之后，现在价格呢是在25块多的一个价格。那这个 NAB 呢，国民银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之前的价格呢也基本上是比现在的价格要高一些的。那它现在的价格呢是回落到了26块钱。那 ANZ 呢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跟 NAB 差不多，也是从这个上两周的价格29块多回落，回到了现在28块多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也就是说啊，在上一周的我们刚跟大家看到的这个银行的这个信息啊，显现出来的是说，其实对银行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行业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然我们知道也不可能说，哎，股票，银行股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凑巧的有一个齐齐的一个回调，四大银行呢纷纷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回调。那但是呢，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对于房市整体来说，影响相对有限。但是我刚刚也跟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嘛，那银行房贷作为银行开门做生意最大的一块业务板块之一，相当于是说，哎，我开始筛选我的客户了。那这个呢，一定程度上面对银行的整体的利润率，当然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但是呢，我今天呢，也是在看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新闻，算是对于咱们手里继续有持有银行股的朋友们来说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那今天呢，这个澳洲的这个应该算是评级机构吧，Morningstar、晨星和 Financial Review，还有一些其他的财经类的新闻呢，都纷纷报道了这个澳洲四大银行啊，NAB、ANZ、Westpac 和这个 CBA 都会在未来的时候呢进行股票回购，同时呢或者是提高股息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呢是这个晨星银行啊，晨星的这个评级机构，当时对于这个未来有可能呢，这个四大银行会对目前的这个四大银行会对目前的这个各个公司的一个股票进行回购。那这一张呢是 Financial Review 提出来的说，这个主要的银行啊会这个讨论关于如何回这应该怎么说呢？回报给这个投资者额外的这个资本。那根据呢这个 Morningstar 的数据啊，这个澳大利亚四大银行呢预计将在未来的3年向它的股东呢返还约340亿澳元的过剩资本。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年中大概我记得应该是在6、7月份的时候吧，四大银行是当时是有增股。或者说这个有像这个市面上做那个 placement，当时呢是害怕，比如说因为疫情的一个影响啊，对银行会造成不可避免或者说难以预测的一个打击，所以当时呢是有做一些增发这个融资所以呢当也到截止目前为止也是累积了一定的这个资金，那也就是说现在银行来说是有多余了。
过剩了340亿澳币的一个资金，但是呢，现在争论的一个焦点，或者说市场预计的一个焦点呢，是在于这笔钱啊，会以如何怎么样的一个形式返还给他的投资者。那现在基本上来说呢，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把这笔钱呢返还给自己的投资者呢，或者说返还给股东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这个支付利息，另外一种呢。是我们说的回购股票。那支付利息的话，我们知道它没有办法说在一定程度或者是没有办法说直接影响公司的股价，但是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影响。因为你想，如果说去年的时候，像很这个四大银行，它都是通通下调了它的股息，基本上从原来的7%到8%下调到3%到4%，甚至像 Westpac 的话，当时去年是连3%到4%的这个股息都没有。那如果说啊，它今年能够把股息，或者说明年能够把股息提高到6%左右的话，那相当程度上面会吸引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稳健型的投资者去买银行的股票，所以呢，间接的其实也是提高了银行的股票的价格。那另外的这个，如果是回购自家公司的股票呢，就更不用说，这个算是直接能够拉高公司的股票。那如果说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就以 CBA 为例子好了。如果说 CBA 啊，有这样子的情况，把一部分的钱呢用于支付利息，因为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澳洲的这个监管委员会的声明出来，是允许未来银行把它的 payout ratio，也就是说利润部分的这个整体利润100%的返还给自己的投资者。所以说去年是当时这个监管委员会呢是提高了银行的 payout ratio，可以提高至100%。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啊在接下来的时候CBA 也好，或者说其他银行也好，它如果把一部分用于钱用于支付股息，把 payout ratio 提高到100%的话，那么预计股息有可能会到6%，那要知道这个6%在现在的低现金利息环境当中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尤其是非常吸引这种我们说的这个稳健型的这个投资者。当然这种收益率是暂时的，因为这种收益率呢在2024年，也就是2023年、2024年之后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二零二四，因为我们知道银行它要能够给出这个 dividend，我们说的这个股息的话，它需要有足够的免税信贷，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franking credits。那目前的话，CBA 它这个足够的这个 franking credits 呢，是能够支持到2023年100%的股息支股百百分之百的 payout ratio 的股息支付率。所以呢，这个市场上面的分析师啊，也是预计说，一直到2023年之前呢，都是比较利好的，并且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人说啊，那你有多出来的资金，对吧？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给他100%返还给自己股东？你去拓展一些其他的业务啊，做一些其他的项目来更赚钱，不是更好吗？但是我们知道前2年啊，尤其是2017、2018年的时候，当时这个 Royal Commission 是对澳大利亚的整体的银行业呢是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调整，像是 AMP 的话，到现在呢都是还是沉在谷底，所以说对于这个银行的监管或者金融行业的监管呢也是非常严格的。那如果说啊这个 CBA 也好，或者说这些四大银行也好，它如果说在核心业务以外的增长，也有可能会导致资金使用不当。那这个呢，跟 Royal Commission 想要当初简化银行的监管的这样子付出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说，银行呢也不太愿意，尤其是经历了 Royal Commission 这些事情之后，也大受这个元气大伤之后，也不太愿意去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或者说更多的资金放到它的核心业务以外的一个这样子的增长，所以他宁愿只是说把资金返还给股东，而不是保留或者说用来收购或者说扩张。那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除了我刚刚跟大家去讲到的说这多出来的300多亿澳币是从哪里来，除了我刚刚跟大家去讲到的去年银行做了一个融资，那像是这个也是银行，同时我们刚刚也讲到是削减了股息，那同时也减少了
高风险的贷款，我们知道这个去年的影响的话，其实银行在去年的时候啊放贷还是非常谨慎的，同时呢也是剥离了资产，因为我们今年也经常或者说去年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像是这个 CBA 也是剥离了它的这个 wealth management，应该是财富管理的这样子的一个业务部门。那并且呢，这个像是西太平洋银行 Westpac 和 NAB 的话，它也是因为去年当时是预计说 COVID 的，也就是说疫情有可能会造成损失，所以呢，它当时也是增加了股本金，所以呢，慢慢累积起来，现在到了300多亿这样子的一个水平。那当然啊，刚刚呢也跟大家讲过说，如果说股本啊，如果说这个股息啊能够达到6%左右的话，这个呢也是非常吸引人的。那现在分析师呢，包括市场上很多分析师呢，也是希望啊，这个银行呢能够更多的把这300多亿的资金呢用来支付股息，而不是直接的一个回购。那因为呢，回购的话，这样子的话，对公司的这个整体的股价呢，虽然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它是不可持续的。那至少呢，目前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收益率如果300多亿澳币的话，能够使银行有维持在比较高的一个股息，一直到2023年。那所以呢，如果说手里啊有持有银行股票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继续去关注。那当然啊，这个每个人的情况，包括对于收益的期望也不一样。因为如果说我们大家都是对于以往是对澳洲银行股比较关注的话，都知道银行股呢是相对于来说是比其他这个行业来说增长是缓慢的多的。那同时呢，它也是会比较稳定的，因为四大银行基本上算是澳洲金融行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支柱了。那尤其是对于有一些客户，有一些这个咱们投资者朋友，如果说还没上车的话，那同时呢也是比较看好银行，比较喜欢这种这个相对风险比较低的这种股票的话，那不妨可以考虑一下最近的这个银行股回调，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那剩下的一个内容呢，就还是我王婆卖瓜一下，就是这个呢，是我之前通过各种各样信息呀、短信啊也好，股评啊也好，包括这个我们公司外包做的一些视频股评，应该算是股评的视频也好，也跟大家去分析了这个 BLD，就是 Borrow Limited 这样子的建筑材料供应商啊，那大家如果说有做开发的话，或者说自己做开发的话，应该也都知道，经常会看到这个公司啊，它公司的 logo 是绿黄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那这个呢，公司我是在3月10号当时写的一个这样子的股评报告。那当时看的目标呢，当时股价应该是在5块多左右吧。当时看的目标呢，那因为我自己比较保守嘛，所以说12个月的目标价格呢，当时是看到6块8，那潜在回报率呢是在22%。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表现呢。当时我们其实我应该算是从去年的时候，虽然这篇股评是在3月10号写的，但我从去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是给各个客户，当时咨询我关于建筑行业、基建行业的一些客户呢，有推荐过这个 BLD。那3月份写了之后呢，在6月10号，也就是说这个月的月中的时候呢，又继续给大家发通过早上的这个短信啊，有发送这样子的一个提示，就是说啊，当时呢3月份给出的 BLD 已经在6月10号左右的时候呢，达到了6块8的一个目标价位，仅仅在3个月内呢，就实现了12个月的目标价，完成了25%的收益。那根据他6月10号呢，我当时看到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公告呢，那公司的董事会呢是呼吁股东拒绝 Seven Group 的收购邀约，认为其收购低估了其价值，所以呢，我当时给到的一个一般性的建议是认为呢，BLD 依然有向上的空间，可以持续关注，并且呢，在随后的当天的这个交易机会的提示里面呢，是看涨到了7块5啊这样子的一个价格，那应该算是也是非常给力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它的价格呢也是突破了7块3多，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我们可以看到，算是应该是非常接近的这个我当时给出的一个目标价了。
那我这边也在应该是上周四的时候有继续给到这样子的一个短信提示。那我今天准备的内容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啊有什么想要问的一个问题。那我这边呢就继续说一下我们公司现在给予客户的一些中文的特色服务，那像是刚刚给大家展示的中文短信提示。还有我们在朋友圈啊和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给出的中文短视频啊，中文还有给大家发的一个每日财经的中文版的邮件，那以及呢还有中文版的分析报告，像是我刚刚说到我3月10号我们这边写的一个关于 BLD 的股评报告，那除开这个股票之外呢，像是黄金啊、外汇、石油这些产品，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股评报告当中跟大家去分享。那除开这些之外呢，像是直播啊、网课啊这些，我们都是给我们客户的一个信息。那再说一下这个免责声明，就是大家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具体参考。那对于最近的这个市场呢，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在那个评论区里面来跟我去讲到。我这边看了说 AGL 可以买入吗？我对 AGL 这个公司研究的不是特别多，所以说可能没有办法给予回复。好，我这边看到说四大银行你会买哪个？为什么？其实我们对于四大银行，我们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如果说想要买龙头、买稳定的话，就买 CBA。但是如果说资金量有限的朋友的话，就是说 CBA 你如果说不差钱，对吧？但是呢，你又想要稍微稳定一点，因为我们刚刚在股价里面，图里面应该看到四大银行里面只有 CBA 目前是创了新高，也就是说人家龙头是有当龙头老大的一个道理的。所以说呢，你如果不差钱，它现在股价100块钱左右嘛，也就是说你不差钱，你就可以买 CBA。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这个想要说价格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又想要说买一些银行股票的，像这个 NAB 可以去考虑一下。CSL 和 APT 怎么看？Afterpay 的话，我最近还没去关注股票。那 CSL 我上周的时候应该有跟我这边的这个客户有提示到是，目前技术图形上来看的话是，会有价格的一个压力，会回调一段时间。可以看一下。Afterpay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价格是到了120块钱，然后离今年年内160块钱左右的价格呢，还有接近10%几到20%的一个距离。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应该是从目前的一个图形来说，应该是突破了在104、105块钱的一个压力位，因为104、105块钱，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是这个维加斯通道的一个压力位的一个价格，第二是我这边画出来的这个通道趋势的这个压力位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从目前的技术图形上来看说，说 Afterpay 是已经突破了这个104，我这边图这个鼠标放出来104、105左右的一个压力位的一个位置。那大家呢也可以去这个关注一下，然后。说这个 BLD 啊，在7.3块的时候能不能买啊？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经常推荐的一些股票，可能大家一开始都没有去关注，但是呢，真正到开始涨了，或者说逼近目标价位了，然后大家会来问说还能不能买。
那其实 BLD 呢，它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公司，因为它不仅仅业务范围只在这个澳洲，它基本上在美国也是有一个比较非常大的这个粉煤灰，它应该是美国最大的粉煤灰的一个供应商。那它大部分的原材料呢，都是从中国或者说东南亚国家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整体来说，公司呢，在今年下半年，尤其是房市和这个建筑行业这么火热的情况下，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增长的。但是呢，现在到了7.5块的价格呢，我自己呢就不再做大力推荐了，因为毕竟对吧，我从5块多开始涨，涨到了7块多，已经50%的一个上涨了，才几个月的时间，3个多月的一个时间。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买的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因为现在大的一个环境在那儿嘛，全球的通货膨胀，原材料、建筑木材，如果大家有我的这个朋友圈的话，应该有看到我朋友这个之前做这个建筑开发的说，好不容易到了一批这个建筑材料，结果第二天起来木头被偷了，所以说呢，其实也是侧面反映了说现在这个建筑行业建筑原材料这个很难到，像原来可能4到6周能够到的一些门框啊、什么窗户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原材料，可能现在要在前面加个一，也就是14周到16周才能收到了。所以这些呢，对于像是 BLD 来说，这些公司呢，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吧，因为产品更畅销了嘛，更火热了嘛，大家这个客户也更加愿意打钱来付定金了嘛。但是呢，我自己来说已经有了50%推荐的一个收益了，那我也是比较满意了，所以呢，我也就不会再多做公开的一个推荐。但是如果大家想买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我看一下，还有是 BLD 是已经被收购了吗？我看一下，我最近应该没有去关注这样的，我看上周五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那 LYC 的话，LYC 最近应该算是比较冷清吧，那个它的价格基本上是在五块，我记得应该是在5.3到5.5、5.6之间的价格徘徊吧。对，也就是说这张图的这个压力线呢是依然存在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说如果突破价格没有依然没有突破5.8左右的价格呢，LYC 呢依然可能会是在这个价格区间来进行窄幅震荡。看一下，NAN 怎么看啊？NAN 的话，这个是我应该算是去年和前年非常推荐和看好的股票了。相信之前如果时机抓得对的朋友的话，NAN 在去年前年应该也是有不错的一个收益啊。那到了今年呢，明显来说它的这个公司的股票呢就不太尽如人意了。我们从这个价格应该也能看到呢，它现在价格是明显上方的压力位在6块钱左右。那除非呢能够突破这个6块钱的一个压力位呢，我们再说这个另外的一个事情。NAN 公司的话，目前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其他的这个公告的一个讯息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晚上的网课内容呢，就到这边就结束。那大家呢，如果说有额外的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欢迎在明天上班之后啊，跟我们这边小助手或者说各位的客户经理来联系。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那晚安啦，拜拜。